穿对面了，就看到，哎呀，吴宗宪在那里呀、啊！哎，然后几个陆客朋友还在那里讨论，是吗？是吗？但吴宗宪就是现在的台北市市长。真的，对，还有声音。还好你今天送他麦克风，我们拿给他。那因为柯市长会痒嘛。妈妈家里呀、啊。你有这首歌吗？有，他去帮人家助拳的时候，什么歌都会唱嘛，嗯、对不对？黄昏的故乡啊，或什么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就瞄他，然后他就会想唱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